《山海经》南次三经记载，凡南次三经之首，自天舆之山以至南舆之山，凡一十四山，六千五百三十里，其神皆龙身而人面，其雌皆一百狗骑，许用途。总计南次三经中的山，从天舆山起到南舆山至，一共十四座山，蜿蜒长达六千五百三十里。诸山山神都是龙身人面，祭祀山神不用杀生，都是用一条白狗向神祈福，以血涂祭即可。四神的米用精选的糯米